像刚刚祖宁就是这个刹车那个油门的部分踩的过猛、啊。好，那我们需要calm down的时候呢，来做一个叫做很简单的呼吸伸展操，我们又叫做乌龟操跟螃蟹操。哦，好，这个也可以，妈妈跟小朋友带着一起做。那这个做这些放松操的那个诀窍，我们就是要深呼吸五秒，然后呢停留五秒，再放松五秒的这样的方式。那第一个乌龟，其实呢我们就是呢乌龟伸头的一个动作，乌龟是长寿，而且是吐息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是把头抬高。OK， 吸五秒，憋住五秒。好，那嘴巴慢慢吐气，再放松下来五秒。再来第二个螃蟹操，一样五五五的样原则哈，我们就是耸肩，像螃蟹的这个螯，好，把它抓起来，吸气五秒，憋住五秒，接下来慢慢吐气五秒的时候，扩胸，放松下来。把这个螯打开的意思，是不是？而且这样肩颈又比较松，松，随时，对，随时可以，真的，做这样。